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，阿们。愿天父和基督赐给你们恩宠及平安，也赐给你。耶利米亚先知的敌人说，我们有司祭教导我们，有智者劝导我们，有先知传报神谕。那些司祭先知不是天主派遣的仆人，有人称我为神父，为基督徒还不够，我们真的要活出我们的信仰，以身作则，以我们的行动，每天的行动证明我真的是耶稣的门徒。圣道礼开始，我们求天主宽恕我们的罪过。基督，你奉命来拯救忏悔的人，求你垂怜。求你垂怜。基督，你来召唤罪人，求你垂怜。求你垂怜。基督，你在天父面前为我们转达，求你垂怜。求你垂怜。愿全能的天主垂怜我们，赦免我们的罪，使我们得到永生。阿们。请大家祈祷。上主，求你支援你的教会，使他常乐善好施，也求你赏赐我们在你的仁慈引导下，上度现世的生活，终能获享天上的财富。以上所求是靠你的子，我们的主天主耶稣基督，他和你及圣神永生永望。阿们。恭读耶勒米亚先知书。我的敌人说，来吧，我们合谋陷害耶勒米亚，因为我们有司祭教导我们，有智者劝导我们，有先知传报神谕。来吧，我们要用口舌指控他，不要注意听他的话。上主，求你俯听我，请听我敌人所说的话，应该以怨报德吗？他们掘了陷阱要陷害我，求你记忆，我曾站在你面前为他们求情，替他们挽回你的圣怒。上主的圣言。感谢天主。主，请以你的仁慈救助我。主，请以你的仁慈救助我。求你拯救我，脱离给我暗设的陷阱，因为你是我的保护者，我把灵魂交在你手里。上主，信实的天主，你拯救了我。主，请你的仁慈救助我。我听见许多人窃窃私议，周围弥漫了恐惧，他们商议联手攻击我，图谋夺取我的性命。主，请你的仁慈救助我。上主，我依然投靠你，我说唯独你是我的天主，是你掌握着我的命运，救我摆脱我的敌人。主，请你的仁慈救助我。基督，愿光荣和赞颂归于你。主说，我是世界的光，
谁跟随我，必有生命的光。基督愿光荣和赞颂归于你。愿主与你们同在。愿你的心灵同在。恭读圣马窦福音。主愿光荣归于你。那时候，耶稣上耶路撒冷去，暗中把十二个门徒带到一边，在路上对他们说：“我们上耶路撒冷去，人子要被交给司祭和经师，他们要定他的死罪，并且要把他交给外邦人戏弄、鞭打、钉死。”但是第三天他要复活。那时在伯的儿子的母亲带着他的两个儿子前来叩拜耶稣，向他 请求一件事。耶稣对他说：“你想要什么？”他说：“求你叫我这两个儿子在你的王国内坐在你的左右。”耶稣回答说：“你们不知道在求什么，你们能喝我将要喝的杯吗？”他们说：“能。”耶稣对他们说：“我的杯你们固然要喝，但坐在我的左右，不是我可以赏给的，而是我父预备给谁就赐给谁。”其他十个门徒听见了，就恼怒他们兄弟俩。耶稣把他们叫过来说：“你们知道外邦人有严守统治他们，有官长管辖他们，在你们中间却不要这样。你们谁要居第一，就当先做大家的公仆；谁要当领袖，就要先做大家的奴仆。如同人子来，不是要别人来服侍，而是要服侍别人，甚至牺牲性命，做大众的赎价。”上主的圣言。基督，我们赞美你。耶稣在福音中常常会让我们很惊讶。天主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中也常常会让我们很惊讶。比如说我们如果开始为一个意向祈祷，求天主赐给我们一个东西，实现一个渴望，我们的渴望，天主会用完全我们完全想不到的方式给我们，而且我们平常也会接，我们会拿到我们本来没有想到的东西，就是我们的奇妙的天主的做法。在今天的福音，我们听到宰伯的儿子的母亲带着他两个儿子找耶稣。这两个儿子就是耶稣的门徒若望和雅各伯。那他们的母亲请耶稣安排在天国，他们两位可以坐在耶稣的左右。其实耶稣没有说应该不行，不会这样。不过在福音另外的地方，我们好像找到答案，就是谁
会坐在耶稣的左右。在马尔谷福音第十五章，就是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在耶稣的十字架旁有几位妇女，其中一个叫撒罗莫，她就是那位母亲宰波的儿子的母亲，最后站在耶稣的十字架旁。那时候他看到什么？他看到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旁边真的有两个人在他的左右，可是不是撒罗莫的儿子，不是宰伯德的儿子，是谁呢？是两个强盗。也许那时候宰伯的儿子的母亲就是撒罗莫，想起以前他有这样的请求，然后可能他的想象力里面已经有了，哦，耶稣，光荣的耶稣，然后左右他两个儿子，哇，结果呢不是他的儿子，是两个强盗。而且在这样的情况之下，不是很光荣的样子，都是很痛苦的耶稣。那其中那两个强盗，其中一个因为相信了耶稣，忏悔了，变成可以进天堂的第一位圣人。我想那位母亲撒罗莫那时候他才了解耶稣讲的话，如果我们要到天堂坐在耶稣的左右，我们应该做什么？最重要的是什么？我们的一切，我们做好事的能力都是天主给我们的，我们没有办法夸耀，我们是天主的仆人，而且我们都是罪人。如果我们接受天主的恩宠，承认我们是罪人，天主也会让我们坐在他的左右。希望我们真的会在天堂围绕耶稣。我们是泥土中的教会，我们需要天主的祝福，所以现在我们一起祈祷。主，我们把今天的全部生命奉献给你，请你指导我们的思想和言行，使一切都增加你的光荣，帮助福音的传播。主，愿你以圣宠充满我们的心灵，使我们今天的举止皆以你的旨意为准绳。求你帮助我们全心全灵全意全力效爱你。我们愿意把个人今天的一切苦乐成败奉献给你，并愿把世界各地所举行的弥撒呈献给你，为光荣你的圣名，并为拯救世人。我们要效法圣母玛利亚及诸圣人圣母的榜样，终身侍奉你。主，请以你的宠爱沐浴我们的身心，也求你生于我们的父母家人亲友及一切恩人，生于教会首长、国家领袖及各级政府官员，使他们依照你的旨意为众人服务。全能永生的天主，求你配赐我们圣神的恩宠，求你把分施七恩的安慰者圣神倾注于我们及一切信友的心中，
求赐我们敬畏及孝爱之神。阿们。求赐我们聪明及刚毅之神。阿们。求赐我们超见及明达之神。阿们。求赐我们最高的上智之神。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。阿们。请大家祈祷。主，求你使一切信仰你的人捐弃成见，扫除障碍，使基督的信仰在各处蓬勃发展。求你使一切基督徒走向同一步伐，并使尚未蒙受福音的广大人民获得你的真理及生命。我们把一切善信任的意愿和希望交托在你手中，并奉主耶稣的名为他们祈求。我们的天父，愿你的名受显扬，愿你的国来临，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，如同在天上。求你今天赏给我们日用的食粮，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，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，不要让我们陷于诱惑，但救我们免于羞恶。阿们。愿天主降福整个在旅途上的教会，愿主与你们同在，与你的心灵同在。愿全能的天主圣父圣子圣神降福你们。阿们。李真，我们去传播福音吧。感谢天主。基督的灵魂，求你升发我。基督的真神，拯救我。基督的宝血，安葬我。基督的旁边。是千秋无穷，只是。